神经病过去，身上主要带自损的噬灵之法，威力巨大，你会被重伤的。我不能再让他伤人了，你放开我，我要去杀了他。以你现在的功力，根本杀不了他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 师父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师父，收手吧！收手吧！与四凤也是十二域金翅鸟妖，大家随我一起杀了他们！千金，动手啊！ 四凤，你情人咒发作了。 你入魔太深了，孩子。师父，师父，我是不是快要死了？你不会有事的，你只不过是情人咒反噬而已。师父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